那我要开始喽，恐怖的要来了！你要是害怕，可以抱我。不用，我觉得还好。你不害怕吗？不怕呀，我觉得一般般吧。难不成你怕？我怎么可能害怕？为什么凉这么多汗呢？哦，就有点热。你不会是怕了吧？我怎么可能会害怕？空调温度太高了，哎，我去看一下空调。你害怕就直说。啊？我不会想害怕。我要是怕了，你会抱抱安慰我？你说呢？那我还是看一下空调吧。最近写作怎么样？有灵感吗？还不错，都可以。事儿对你有帮助就行。最近我想说反馈越来越那不奖励奖励我？万一回家了，完了停电了。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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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说是临时停电，一时半会儿好不了了。那我们走吧。电梯也停了。哦，好吧。怎么了？我也有点怕黑。从未想过我会高傲的存在，只想放低姿态欣赏你每天的姿态。买奶茶了。你昨天不是说馋吗？这咋了？谁打到？明明一块吃几个手。你伸出双手，每次我都看得见。我过去的行为让你哦，这么厉害！你的最后我才明白，只是透明存在，证明着陪伴才是我最深情告白。加马屁猪了吗？加了。即使一粒尘土，我也要满天飞舞。从我的角度审视你的世界的孤独，任凭疾风暴雨瑟瑟淋漓，围绕着你是来到这人间的意义。一粒尘土，我也要满天飞舞。用我的生命证明，其实这是风险低了吗？这么多，任凭疾风暴雨瑟瑟淋漓，用我的方式证明着自己的幸福。哦，已经长大的算了吗？哎，真的？护士这儿呢，回血了都。你们搞啥子哦？搞对象。来收文道。啊！医生说三天吃热药就好了。你脖子上怎么了？过敏了，刚刚好像有点痒。哎，行吧行吧，咱们到时候吃啥呀？火锅？什么火锅呀？医生说了一句腥了。那吃啥呀？就吃这个。身边要吃清淡点了，这已经很好了。可是看起来好没营养啊。他不是还有卤蛋吗？哦，你不吃吗？我不吃，今天中午。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我去上个厕所啊。那你快点，你也别拖了。只留下不舍的体温，星空下。糟了糟了，还没叫我宝贝，聊会天。宝贝在干嘛？嗯，阿塞妈睡了吗？女友第一次跟我回家过年。妈羞不羞啊？啊，你说话呀？我跟你说，我是不是要做些什么？他会不会有点就是凶啊？就是我不妈。我明明是在问，有点生气。
乔爷，紧不紧张？哎，干嘛呀？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嘛。你说我丑？什么？你像条狗？你不要转机不懂。我跟你说，你别惹我。我遇到你妈的时候，哎呀，放端庄一点。哎，妈。你妈什么妈呀？你说你妈来了救不了你。你不回来了？哎。当有个爱做饭的女友，就接点乱揍了，真服了。先生，我们要不要去下午给您洗小面吃？啊，不用了吧？那别的了吧，嫂子，这么晚了，太麻烦了。不麻烦，马上就好。先生，等着。快点，到了吗？谢谢。谁呀、啊？哎呀，那人走错门了。嗯呐。真的假的？那你背后藏的啥？我这不是看你煮面太辛苦了，你看这个麦当劳一加一随心配，只要13.9元，任意搭配，超级划算。哎呀，就不用你辛苦给我们做夜宵了，对吧？哦，就是，你看这各种搭配都不带重样的，简直超值。搭配确实能让人拒绝，那我就先收下了。不过你们俩得先把我的面。看我干嘛吃啊？是汤少了点，但应该很好吃，是吧？嗯，你别说，这风扇卷香香辣辣的，是这么是嘎嘣嘎嘣，还自带音响呢。吃啊，吃就吃，谁怕谁？我看看它能有多。怎么了？味道挺独特的，这么独特，星辰你来吃吧，我还是吃我的麦当劳吧。那星辰，你把它吃吧。啊？你看我干啥吃啊你啊？我觉得吧，咱们点这么多，星辰，我跟你说，我知道做饭不好吃，但是我可以问你学呀，这能有多难吃？难道它比难吃吗？哎，吃，那不会吃。再吹吹。好厌呀，有人了。来，我看看这个是怎么拍的。来。太烫了，那我这样问你就不烫了呗。我跟你们说，女人一定要有家庭地位，还必须自己买，换上战衣。虽然我饭做的不好，但是我有个好妈妈。妈，帮我做一下菜嘛。女人绝不能丢失厨房阵地，爱吃啥做啥，男人一点都管不了你。宝宝，菜做好了哟，等你回来。替他倒杯水，省得夸我夸到口干。宝宝，你回来了。举手抬脚都要看我的眼色。哦，都是我爱吃的。乔姨给你准备了一下午呢。有腻的都给他吃，我吃清淡的。饭后只有我能玩水，男人就只配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再吃个小水果。男人是不配碰水的，因都是我变得更冷。